你哋好。一年就快过去，另外一年亦都来临。而家喺我哋同家人以及亲友欢聚一堂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花多啲时间想一想喺过去一年里边，我哋认为做得满意嘅事，包括我哋真正喜欢做嘅事，一齐分享过嘅趣事，以及合力实现嘅理想。我哋亦都会展望新嘅一年，想到一切我哋希望做嘅事，希望付诸实行嘅明智决定，同埋希望成功完成嘅工作。当我哋为家人而想到要做嘅事嘅时候，相信我哋亦同样会为社会设想，为香港呢个美好嘅城市设想。喺过去一年，虽然偶然有波折，但系我哋仍然能够一一咁应付到，而且我相信喺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冇人应付得好过我哋。经济问题困扰住整个世界，但系香港喺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能够应付如鱼，而且可以讲系傲视同侪添。点解？其实几份报章同杂志以及美国战狼团在去年发表的意见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的答案。他们有些将香港称为全世界最有利于营商的城市，有些称赞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又有些认为香港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香港市民实力十足，勇于进取，刻苦耐劳，为香港创造很多优越条件，使我们的经济每年都持续增长。虽然其他地方都要面对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拨出资源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已经看到去年的部分工作成果，我们目睹各项社会计划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培育青少年方面，我们更加是不为余力。我相信这个是你们极为重视，亦都是香港前途的所系。我们将更多的资源用在发展幼稚园、中小学、专上学院、训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上，为了确保青少年能够获得最佳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是至为重要的。但是我们亦多为年老的市民设想，并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年长的亲友为香港缔造繁荣，因此他们应该享受香港今天的丰硕成果，他们应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卓越成就。金钱不是生命中唯一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人人都希望心境安宁，因此努力使香港成为一个非常安全的居住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出色过其他地方，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自满。香港有出色的警队，我希望他们能够经常获得应有的资源和支持。你们透过参与扑灭罪行委员会等的工作，给予警队很多支持。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我知道香港会继续是亚太区甚至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这些是过去的事，将来又怎样？我们仍然需要确保香港的经济能够继续使我们获得理想中的生活质素和水平。我们仍然要不断发展各项社会计划。我认为我们在新的一年还要注意几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法治是使香港出类拔萃和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之一。我们订立的公平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身份，就算是总督都要遵守。这种法治精神亦都令香港成为一个特别适合营商的理想地方，并且提供一股团结社会的力量，使社会更加稳定和繁荣。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肩负历史任务，尽量使香港在1997年成功过渡。对我们来说，这项是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和中方官员有更佳的合作，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如果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伟大而独特的任务，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对我们各方面都有好处。相信各位都知道，
每一个星期我都会花费很多时间巡视各区，探访屋邨、学校、医院、工厂以及其他不同的地方。我想真的看到差不多香港的每一样事物，有时还去匀香港的每一个地方。去年我巡视各区的时候，得到各位亲切迎纳，性情款待，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你们致谢。我未必同你哋每一位都见过面，但系有时我觉得大家好似见过面咁。对于我喺过去一年未曾有机会同各位相遇过市民，我紧祝你哋喺新嘅一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殷切盼望能够喺新嘅一年有机会同各位见面。喺呢度，我仅代表内子同女儿，恭祝全港市民新年快乐。我深信。我哋都期望香港以及我哋嘅家人喺猪年事事顺遂，心想事成。恭喜发财！